苍蝇，你没事吧？再试一次，你肯定能学会。哼，不，我不想再学自行车，不想再摔倒了。但你永远也学不会骑自行车的。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会骑自行车。可你不是很想学会吗？不，我现在不想了，你也别唠叨了。哼，快要吃午饭了，我们就先玩一会儿飞盘吧。欢迎来到小岛，唐莹，你来了。你们好啊，伙伴们。微微、静静、聪聪、萨萨，还有笑笑。长鼻象，等一下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是徽章带你来的，但不知道是什么激活了它。我们刚刚听到岛上有梦怪的信号，就来这里迎接你了。没错，给你这一把英雄之剑。但我没做任何不好的事情啊，我就是刚才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而已。没有规则说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人就要和梦怪战斗吧？确实没有这样的规则。可是为什么你会摔倒？因为我学不会骑自行车。如果你出现在这里，那就意味着你暴露了一些坏习惯。什么坏习惯？小到我都没有注意到他们，那就不算什么。但是一个英雄不能轻易的放弃。没错，因为骑自行车太难了，所以我就不想学了。我经常这样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英雄之剑带会变换出神奇拼图，拼完它你会收获意外的惊喜。这些拼图看起来也不难嘛，好像很简单的样子。说回来，我好像从来没有拼过一个完整的拼图。那现在试试吧。可是梦怪怎么还没出现？大水晶都已经越来越暗了。别担心，等梦怪来了，我们一起打败他就好了。拼得不错啊！唐莹也太容易半途而废了，正好适合当我的傀儡。长鼻象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成为一个傀儡，快放我下来！你这个梦怪，马上放了唐莹！你是在跟我玩游戏吗？哈哈，丑鸟怪，你想要干什么？唐莹不能再被他这样拉着了。太卑鄙了，他破坏了我们所有的电子设备。静静，我们用绳索来攻击他吧。长鼻象，跟我走。跳舞吧，唐莹，我想看到你跳舞。你好啊，丑鸟怪。快点从我身上离开。你先离开我们的小岛。再见喽。丑鸟怪，别想我哟。你们就这点本事？唐莹逃走了。放开我，尾巴长在脸上的丑八怪。我们拉住他的尾巴，别让他跑了。
唐莹，快跑！去吧。但是梦怪会破坏这一切。我们岛上的大水晶里充满了世界的正能量，但每当梦怪出现时，水晶就会渐渐失去光芒，而岛上也会失去能量，所以梦怪是非常危险的。那个丑鸟怪竟然想让我变成一个傀儡。等我回去之后，我一定会认真学习骑自行车的，肯定不会轻易放弃了。对了，我什么时候回去呢？就是现在，要学会骑自行车哦。你可能学不会骑自行车了。我只摔了五次而已，我还可以再多试几次。唐英，你太棒了。另一个世界，梦幻小岛实在很神奇，英雄之间睡觉